思达，你怎么来了？若楠姐不是让你晚两天再来上班的吗？我决定提前一天来上班，熟悉一下情况，顺便来接你下班。我不需要。你去哪儿？回家。我送你吧。我已经训练一天很累了，能不能不要跟着我，让我一个人静静好吗？谢谢。思达旁边那小丫头谁啊？我怎么没见过？她呀，是若楠姐给思达新招的助理。 你根本不懂我，你怎么跟我一起工作？那你跟我说呀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？整挺好啊，这还没怎么着呢，架子先摆起来了。走吧，带你去看看我的世界。 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过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根本就不像空调。什么空调？哟，挤什么啦？很挤嘞。 你下车吗？我不下。都不舍得跑。这怎么开车的了？怎么开车开的一点都不。你怎么这么重啊？自己站好，抓我的手，不要又摔倒了。哎呀，我好像中风。